暂时给你带的薯片，谢谢，不用了。你尝尝这个烧烤味的，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同学，图书馆不让吃零食。 叶桑雨，你是不是傻？人家从头到尾都在拒绝你，看不懂。大师啊，那你要是不喜欢吃薯片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现在这是个店，你说什么都可以记住的。同学，这是我的位置。图书馆是大家的，怎么你说是你的位置就是你的位置？ 还真是你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女生就知道往书呆子身上泼。太没品味了。同学，不是我说，我们都高三了。 但凡是有点上进心的人都知道，要好好用功读书吧。哎，你说你们整天不好好学习就算了，跑到图书馆里影响别人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崔正颖，你书读得好了不起，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林山河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教育我呀？好了好了啊。哎，真是看见你啊。 连学习的欲望都没有了。走吧，家长会要结束了。